行了，给你带了一份混蛋。你不是说吃宵夜不健康吗？你倒是记得挺清楚啊。现在不是平时，你现在体力和精力双重消耗。 需要补充一下营养。今天谢谢你啊。嗯。你为什么这么帮我？因为你是我夫人。 贺乔燕，你一整天没来公司了。听说你跟林薇小姐订过婚啊？订婚？哦，我只是听说啊。林家跟贺家是世家，20多年前确实这么说过。 但只是戏言，我没有放在心上。准确来说，我们俩只是从小就认识。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这个馄饨真的挺好吃的，你要不要也吃一个？ 好吃吗？还不错，你多吃点。嗯。